9月27日清晨，人气男子组合 Infinite 成员 L 因海外行程经由仁川国际机场出发，前往美国纽约。当天 L 头戴黑帽，身穿黑色外套，搭配黑色短裤，低调现身机场。 L 虽口罩遮面，全副武装，但眼中仍能看出无限笑意。在进入机场的过程中， L 也应记者要求挥手问候，礼貌满分。据悉 L 将于9月30日在纽约举行个人粉丝见面会。搜狐视频韩流第一线韩国报道。